林志颖晒出自己弹钢琴的视频，配文称是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，看网络和黑米哥哥教我的，不知指法对不对。网友发现林志颖弹的这首歌曲正是《放羊的星星》主题曲《我们的纪念》，熟悉的旋律响起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年追剧的日子，满满都是青春的回忆呀、啊！就让我留在不会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看见某年某月，我真心交给你。我不会让你从我身边再逃走了。